想舞蹈。接下来要欣赏的是我们的追梦人给我们带来的梦想舞蹈秀。首先登场的是漂亮女孩冯静。亚洲拉丁天后刘真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。真的，其实大家知道，各位追梦人都是通过非常美丽的舞蹈，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实现自己非常美丽的梦想。没错，在这个舞台上，他们不仅成长，更加蜕变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出的第二个单项奖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同样。